们两个好像都是没有体会过普通高中生活的。是的，对啊，對，我今天才知道，我只有我是普通高中生。对啊，你学生就沒有，女生也是普通高中，就是女校，然后体保生。对，對你只有你男女混校到啊。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原本读在行国中，然后也是男女分班，然后班上都只有男生，然后班转学转到花莲变成男女合班，那你有这样哇好开心哇，天堂我好开心，很香，都是教室的哇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以前教室多臭，好香的。球队有禁爱令吗？会啊。哦，真的，教练不准你们谈恋爱？对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？所以你是有偷偷的人？大家都是哦，真的哦，蛮可爱的。那你怎么藏住？怎么瞒过教练？下课就去打球啊？什么时候约会？我们住在球场里面，然后全垒打墙后面是垃圾场。哦，其实在垃圾场约会。我们对，就约在全垒打墙后面约会这样。哦，还会一排吗？我跟你说更酷的事情。我想听哦，好精彩。你如果分享完的话，教练们都知道了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学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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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当去了那边，每根柱子都有人，每个柱子都有人，就很像包厢这样。你们的柱子要预约吗？今天二号是我的。会抢位置。哦。今天下午第三个柱。就是离那个因为我们有后门，会尽量找比后门在更远的地方。哦。因为可能教练有时候会出来巡场。这部八月上嘛，然后就下礼拜就遇到鬼才知道了。哦，对。你们的好朋友的戏，这样，你们的好朋友的戏，木也是啊，木也是、啊，是你们会互相包场吗？互相包场，应该包啊包啊，怎么会不包？当然包场，当然包场哦，包场哦。那个五千请哦，对啊，我连邀他们首映，他们都没有打算要来。没有啦，因为他们那边小看，他们时间不行，小看电影产业是不是？他们很想，没有，他们很想看，但他们时间不行，所以他们会来我包场。不合，没有不合，没有不合，完全没有。